怎么怕我是坏人？我的身份证，学校死卡。嗯，对对。就这些，希望酒店有送餐服务吧。首先得有酒店让我们住才行。嗯，我去那边打个电话啊，这太吵了。给谁打啊？张毅。哦，那天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电话，而他一直看着在窗外。老六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们，国内来旅游的小孩，一个人。我和我姐，她在那儿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就过来。点喝的了吗？没呢，这不等你呢吗？你呢？哦，点了点吃的，还没点呢，一块吃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正义在找酒店了，他说等一下给我消息。嗯，你看着我手机啊，有消息就叫我，我没有。好。姐，嗯，小果，干，听你的，这给你的，哎，谢哥。客气什么呀，都是同胞。你认识啊？就刚才你在那边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进来，就在隔壁。我听见他们其实说了几句中文，就问他们有什么就好。刚你过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地铁已经停了呀？停了。弟弟，你们如果要订酒店的话，得快点，越晚越难叫车。哦。来消息了吗？没。喂，我叫了车，一会儿可以等等他们，等他们订到酒店了，正好一块儿，先把他们送回去。你不是刚过来吗？您是不是？你杨哥叫车方便，一会儿你们订了酒店之后呢，就跟他走，他送你们回去。好啊。这不好吧？啊？我说不用麻烦你们了，我们自己可以的，谢谢。不麻烦，正好顺路。我们就是跟你弟弟聊的投缘，不用客气。哥，我们喝一个吧。行，一块儿吧。
这就没问题吧。Hello, I never was so sure to say it out, but maybe it's too much to hold it down, to look away the night sky. 小果，我刚发你的是酒店的地址还有电话，你周围能订的房间不多，都死贵死贵的，我就给你订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，这也只剩下最后一间了，你抓紧时间过去啊。酒店搞定了。一姐威武啊，哎哥，我们能走了。这么快？你朋友挺靠谱的。在哪儿？哦，哎，这儿。认识吗？去这儿。嗯。车多久到？十分钟内。嗯，那我先上个厕所啊。我也一块。行。是留学生还是在这儿工作呀？留学生。怎么，怕我是坏人？我的身份证，学校司卡。嗯，对的。照片是不是名字也一样？应该没问题了。还有护照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一样？是，谢谢。林阳，你干嘛呢？这些车我不在，单独加联系方式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可是个大骗子，身份证可不顶用，造假成本太低了，让他把户口本拿出来给你看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